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，没人唠嗑，没人分享喜悦，没人依靠。特别是逢年过节，万家灯火的时候，看着别人呢都成双入对的团聚着，自己一个人呢就更显孤独冷清。这也是很多单身的大哥大姐找老伴的原因。摆脱孤独是他们一直的期盼。就像今天来我们这相亲的杨国志大哥，64岁，杨大哥离婚30多年了，一直呢是独自一人抚养儿子。虽说日子过得辛苦些，但是看着儿子日渐长大，杨大哥这心里呢也算是有了依靠。但孩子呢总有长大的一天。自从10多年前啊，这儿子去外地打工之后啊，杨大哥呢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春秋的时候呢是忙着种地和秋收，农闲的时候呢在家附近打工，经常是干了一天的活，累得够呛，回到家里呢还得自己做饭吃。杨大哥说了，说一想到吃饭呢都没有人陪着，就连做饭呢都不想做了。这要不是不吃饭干不动活啊，他都宁肯饿着。所以杨大哥说啊，这次来相亲呢就是想找个老伴儿，让自己在干了一天活之后呢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。那么杨大哥他的愿望今天能否实现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叔叔，等我半天了吧？哎，等半天了。你家这块还挺好找的。哎，好找这个。嗯呢，相亲主角杨国志，长春市双阳人，年龄64岁，离异，在农村有房种地，月收入4000元，有一儿子，已婚。啊，这是你家后边的园子。哎，园子栽在这一个秧菜上。啊，哎，你家除了这园子还有地呢吗？地前面都是。啊，后边那边就是地。啊，那地前面鱼池还有地。还有个鱼池。啊，鱼池。都是你的。哎，都是我。地里边都种点啥呀？都苞米，大苞米。啊，就种苞米。哎，种苞米。平时就一个人长。啊，就一个人，我就一个人了。种的时候，你这是不是得一整天都在地里啊？啊，在地里都。在地种。几点？早上啊，6点左右我就上地，吃一口饭就到地了。忙的我是到家我还得整饭，一天2顿饭呗，3顿饭啊，一天3顿，惯了3顿饭。那中午咋吃啊？中午也搁煤气罐嘛，有饭又搁电饭锅一焖，整点菜啥的就吃一口。啊，中午从地里边回来，啊，从地回去吃饭，嗯，然后再去，嗯，我再去，那会儿吃完饭就走，我这就是那干活啊。园子里都种的啥呀？这不都栽个秧啥的，辣小辣椒，那4个秧、7个秧啊，葱啥的，这全自己整。那边黄瓜都蒜啥的都自个整，我啥也都整，自个一人。我啥也不缺，有点钓鱼点的，是不是？咱进屋溜达溜达，屋走吧，进屋看看，屋走吧。哎，你这屋里边瞅着好像挺大呢，挺大的，这里头是2屋间子的，都在这儿做饭呢。啊，做饭咱搁那嘎子，其实屋里有地方，大锅我不使，就使这个这玩意省事儿。就搁这儿吃啊？哎，对，屋里也行，我哪个都行，我这一个人在哪个都能对付。哎，你这调料啥的，调料啥的，哎，就搁这一放，一个啥都得预备整。煎炒烹炸我都会整，一人惯了这习惯锻炼出来的。那就是农忙的时候是做菜做饭啥的有点晚，就是忙点，忙点也得整吃饭，你要你干不动活，有老伴才给你到家给你烧热乎的吃点饭，再到我到家吃现成，这到家自个得忙活。种地整一天也累够呛，累的是累的，累的也没招，我体格好，这干点活不犯愁。那一般吃饭啥也不对付，一天三餐。我不对付，我对是我啥我都自个儿吧，喝出吃的，正大岁数，也够吃够喝的，咱不能干啥，咱这身体主要问题得吃点好的。这屋炕还挺大的呢。炕大，这个长嘛就冬天散热，一烧火啊，这屋里都是散热啥。暖和了吗？暖和。那照片都是谁呀？那是我那个。我那个儿媳妇她在姑，儿媳妇在，儿媳妇来啥都给我整，往屋里整，她拿这个都是，都她弄这嘎的，这就化妆啊，抹脸的。那儿媳妇，她在四川呢，啊，都一年二年不回来一趟。你说我自个儿吧，连个照应来有病啥的，病灾的说感冒，跟小区人，孩子怎么不回来那边城里啊？那联系的多吗？总，我们俩总给我打电话，还有，真的也惦着我，惦着没招，人那俩孩子自个儿一天总。然后是挣钱，那你想不想俩孙子？咋不想？想也没办法，太远了。你那个在四川呢？那他们过年啥的都不回不来。嗯。那过年咋过呀？过年就自个儿包点饺子啥，自个儿就孤单。咋不孤单？那你说有啊，一个人跟人说话唠嗑都没有。这一天呢，也是孤单。我孩子不结婚了，孩子也大点干啥了？把我媳妇也干啥了？就我家庭还行。体格好，我一想多地有房有地，够后半生要占了花不了的活。
正如咱杨国志大哥自己说的，体格好又能干，一年到头不闲着，别管是打工、种地、养鸡、做饭，样样都不在话下。这家里家外收拾的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这是一个男人自己过日子。可杨大哥又说了，独居这么多年，如果自己不干活，谁还能替自己分担呢？累也没招，那你没办法，体格也挺好，干点活待没事也不玩，我就那点累，人家干点活不算个事。这体格好，挣两钱不跟那个零花的买点啥不充，这么是趁体格好。平时还出去打打工？我那打工待不住啊，你说在家有啥意思也不玩，在家待也是待，在那嘎干点活还锻炼身体，挣两个待干啥？在家有啥意思？你说在家就往屋里钻，跟连说话喝的人都没有，跟电视说话就在跟前儿。那跟前儿，然后干白天干完再回家。啊，回来下午又回来了，当然骑那个小电动车就撩回来了。那没说那个往市里走，就在那块住下？没有，家不行。家小鸡子狗啥猫啥我都接，我这玩意稀罕，这玩意不能在那住，咋得回来，在跟前干，我也不往远走，我总不大出门，家不行，我总惦家呀，家啥都整，我就把家整个先让菜啥整，我整啥都先吃不了，我让大伙看，啥也不缺，别看你有家我不缺啥，我啥菜都整。杨大哥每天卯足了劲的干活，就想证明自己虽然是一个人，也能给日子过得相当像样。可是即使是总给自己打气，还是填不满心里的孤独。离婚之后，他把作为父亲的全部心力和感情都放在了儿子身上，他不习惯表达，只是默默地用行动陪伴和支持着儿子。因此当儿子一家打算去四川的时候，虽然心里舍不得，他却并没有表示反对。他就是上北京那个做姑娘们打工嘛，在北京处的对象，在完四川呢，他是四川，他就上那儿去了。他那个老丈母娘就一个丫子，完还离不了，还惦这个孙子、那个、孙女啥的。那现在儿子不在身边，能天天都视个频？换上我们俩就打个电话啥的，打的我跟他唠，跟孙子啥的也惦也想，咋不想？多长时间能联系？一三两天我们俩就得个联系的，孙子呀可惜了，我可惜了，看不着一种电子，咋不电了？又一辈人了。儿子没寻思说给你接到那边去？叫我去我不去，我不上那边去，我这嘎有朋友房子地多好，在那边了。那过年啥的，过年上那块过个年再回来。也能，那也能。他说你上那边来，我寻思啊，你挣着点。过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更想着孩子？咋不想？想这个都要累。真的是我的心软，不是说话一瞅孩子啥的吧，自个一个人瞅人都有家，我自个我凭我这，我说我呀，你说干活哪样都行，没成想整个家没有家，我这一生你说干啥我哪样都行，就这个家没干啥吗？到那岁我心里有相当找一个。说起儿子和孙子孙女，杨国志不禁红了眼眶。他一辈子渴望家庭温暖，对待亲人更是感情深沉。本以为虽然没有老伴儿，但是起码能在晚年享受天伦之乐。可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千里之外，他只能一个人孤单度日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下定了要找老伴儿的决心。这个人体格还好点，脾气好点，干啥的，干净利索。我的家的活呢？就是啥也不能干，你就给我看看家做会儿活就行。我要钱财的，我还得搁他呢。我这人就说实话，我搁你来干，我还不搁我手。哎，你乐买啥呀？我没啥要求，就是一个体格好的，咱后半生能走在一起，别急着打鸣闹。我就这样，不总打闹。俩人要处没有处不好的，你进我时我进你这嘎，进你时我进你账。你要有头脑脑叶，哎呀，他能照我，哎呀，我给你买整点药，快点水。互相俩人得照顾，他有毛病我要干啥了，我得揪你，我不能说把你扔了。那儿子对于你找老伴这个事儿不管我，他知道我说爸你弄的，你我也回不去家，我在这边，你要有些当你就定我，要我也护不了你，我也在正老远有个病灾谁照顾你，人都有家，你说我你说要哪样干啥都行，你说没有家这个咋不行呢？一天在家吧，说做饭也腻歪，你这个不整也吃不到嘴。
也孤恼，做饭家里两个人，你说多的怨，就是孤独。你孤独咋不孤独啊？这岁数这么大了，哎。这会儿有个超市，叔叔。啊，行，到这到超市看看，买点这那个水果啥的，新衣吧，到这个。行，咱进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水果这块。看看买点东西，买点水果。这苹果，捡几个苹果。呀，上他阿姨家不能空手去哈。空手啊，捡几个瓜，吃点心。瓜子。现在香瓜不能便宜的吧？八块钱。嗯。妈呀！那这来。那也得来几个，一会儿你得拎好了啊，别拎丢了。不行，这个不能。嗯，咱前面马上就要到阿姨家了。行。嗯，那咱走吧。嗯，你生个地方，这得意思吧。礼轻情意重，是不是？嗯，咱走吧，叔叔。嗯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？心里踏实了，我给阿姨买点水果，又是新衣吧。有心了，叔叔。哎，又有心了，挺好。我到这边看看，那咱往阿姨家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那走吧，那行。阿姨。哎呀，等半天了，是不是，阿姨？没事。相亲对象张树兰，长春市河心镇人，年龄66岁，丧偶，在农村有房，年收入1万元，两个女儿均已婚。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阿姨叫张树兰，然后这位叔叔叫杨国志，啊，姓杨啊，啊，姓杨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我给你带点水果，还带啥呀？带新叶，就这么新叶，你别干啊，谢谢，我到那个必须我不能空手，我啥不拿，咱啥条没有，你这院里装修收拾呢，还没收拾完呢，这还没整完呢，那我再厨房，说贴瓷砖还没贴呢嘛。想大收拾一下啊？那这不是下雨了吗？啊，下雨了没整完了，我这个还得找袜去。啊，就雇工人整呗，自己啥也整不了啊。我啥现在啥不敢干，不敢出力呀。对，不能累着。那屋了来。啊，咱进屋。进屋。那进屋了，来屋了来。走吧，叔叔。走吧。来来来，进屋。先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屋去。走吧，姨。哎呀，来吧。还挺实惠的，还行，看看。长相啥的呢？长相吧，其次，我不惜什么好不好看，就他一个能够过好半生的，老实巴交，到我跟我实心过日子的，体格好点就完就可以。还行，挺好，我说话也挺老专业实在的。您都给我们准备啥了呀？饭都焖好了，刚才给我打电话。我正在这个月饼炒鸡蛋呢，啊、那个柿子，一个还一个黄瓜，嗯、还豆角，那咋整？能自个？我种菜种不好吃，能自个整。一会儿那个啥，叔叔做饭行，一会儿你俩一起搭配着给整做个饭呗。张大姐原本在河南生活，去年才回到河心老家。回家后就开始雇人装修起了多年未住的房子，每天忙得一步也离不开。尽管如此，知道我们要来，张大姐还是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午饭的食材，这正合杨国志的心思，因为他正好借这个机会试试大姐会不会做饭。我割开水，把皮扒。啊，皮还扒，都扒皮对。不扒皮好的，烫一下那不是有药吗？啊，烫一下对。切太碎了吧？不行，那我切。不碎，来吧。你整鸡蛋去吧，我给你切黄瓜，这个切片儿就完就得了。嗯，是水呀？矿泉水，我家那水啊，那水那没有这个。那水不是有水不好喝，不好吃。哦，我就买这水。你那嘎水好，我那是凉水啊。我有自来水，前面那有。啊，这是要炸尖椒啊？嗯，就是油焖尖椒呗，就是。嗯。那阿姨，你以前自己做饭吗？以前过日子。自个做饭。以前就是在那个河南的时候，别人做饭，一天三顿饭，快点别绷着啊！哎呀，这本来是张大姐要做饭的，这怎么自然而然的杨大哥就去掌勺了呢？难道大姐这做饭的手艺还不如大哥？
看这几个菜都是谁做的呀？这个红豆角是那个阿姨做的，阿姨做的，黄瓜炒的，这个大姐我炒的。这个四那是都是他切的，你俩人坐下吧，互相尝尝手艺，是不是？尝尝吧，我也会点菜吧。你们都别削了就行啊，尝尝叔叔手艺吧，阿姨。我不会整菜，反正整熟了。不一样，行行啊，反正行不行得行，反正这。叔叔你也尝尝，尝尝阿姨手艺。嗯，我尝尝他那炖的豆角，好吧？啊，尝尝豆角，豆角熟了哈，汤大点。啊、哦，汤大点，熟了，嗯，熟了，嗯，评价评价，汤大点，豆角个酱都好，这整的挺丰盛了，嗯，这要吃不了，我们走了，你这得、嗯、都吃不了，吃我这不能，这个哪不都吃的，我真不能吃，那都是能的，素菜行，啊，不咋不吃肉啊，我不吃肉，我今都32年没吃，几乎这荤的就吃不了了。那叔叔呢？叔叔吃肉，我啥都吃，他吃他的，我啥都吃。他比方说要吃的话呢，我人家我整素的，先整我素的，完了煮了两个锅，这边做肉的，这边做素的。锅有，啊，你整素菜，我还搁点肉，我自个儿整。就像这个，你不吃肉，吃点豆角不也一样？不吃，那得不吃。不吃豆角啊，不啥不吃，啥不吃。不吃肉对身体也不好。没事，别的吃。哎，那以后吃素的啊，那你俩这以后要是做菜啥的也得挺。做菜没啥麻烦了，这两个锅，他吃他，他吃他，我吃他。真单锅给你，你整素菜，我搁一个锅专门整肉菜的，吃的辣椒吧，你尝尝吧。行。那阿姨不啊？吃辣椒挺好。自个加。你加着来吧，谁加的？我要给你加。那阿姨不吃肉，鸡蛋吃不吃啊？鸡蛋吃。鸡蛋吃。那还行。我家有鸡啊，可劲吃。鸡蛋有。叔叔家好几只母鸡。完到多腌的养公鸡，他不吃。这吃鸡蛋了、嗯、行挺好。那以后你俩要去过日子了，这饭咋做呀？饭咋做？他要干过忙的时候我都做呗，等到闲时候他爱做他做点，不爱做我就做呗，你这点饭也好做，俩一饭。你这个热情也有，实惠也挺实惠的，到屋里整饭挺实惠的。我有个我揍，我不用他干啥呀，我要是要这回家找着我也能揍，这啥谁揍都行，揍饭的不成问题，好赖他整熟就行，我不挑。看来张淑兰大姐的做饭手艺确实不如杨大哥，但是杨大哥也说了，自己不忙的时候做饭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在这件事上俩人达成了一致。但是此时张大姐心里有一个担忧，那就是她在去年查出患有乳腺癌，虽然手术之后恢复的不错，但她担心杨国志不能接受。我大闺女啊，说咋的？我说妈，这嘎咋疼？她哪儿啊？我说这个，我说就我这跟前这了，有个小包，不大小包，包硬。第天早晨，她就上班了，这上班是为找人，就是上医院看看。完，他就给他们同学，他还搁他楼上，给他打个电话，打电话一问一说，就说是那么的吧，那个你礼拜天你给姨给阿姨带的，那小手术了，小手术他说给那病拿出来，他没事，两个事没事呗。化完验了，完了给我们大姑打电话，他说我姨这个，他也是有点那个恶性的恶性嘛，没事，他得切除吧。自己搁家干这些活，像你这身体能干得了吗？不能干的，不干。我要干早干了，我原来这几年没慌过，你看那慌啥事？你干不动，我不能干。将来这个你就别栽了，要是咱俩没啥意见，我这你都不栽。我家那大园啥菜都有，补你的。我知道，有这你都不要的，没用。我也得整点，多少年你回来，你不能老这个回来吃食物的，啊、还不说了，我们大闺女她搁市里来回回来，来回来屋的，我们俩两下待呗。搁那待没啥意思，就上这儿来吧，不也一样？这样水果啥的，他干不动，我这是干的就得指他的呗。嗯，那不是。那这个还是行，就指他了。嗯，这不是，这不也就咱这两个人互相的，这不有个靠山吗？对，他才把手完术了，我讲没大问题。嗯，是不是？他也不能发展了，他身体是干活，他是干不动。也现在反正也别指他干活，也不用他了。你做个家务烧火了，收拾家务啥的，这个喂个小鸡儿啥，这不都可以在家里？咱重活也不用他干。杨国志不但丝毫不介意张树兰的身体情况，还答应以后张树兰家里的活自己全包了。
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那就是张树兰舍不得自己的房子和种了多年的果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两个人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？我那嘎也基本要占了，我们那都签了，说过是也就三一年二半载二年左右，要占了我这个呢，后半生住那是。占房呢，他给房子房，不给房子老房，他要给钱那也行啊。这嘎有房子，愿搁这嘎待，就搁这待着呗。咱俩说要成了说，咱俩不能两地生活。我也是个奔个一个有家，有户上俩人照顾。你说你在这，我在那儿。说就你要这个有活，那就没啥意思了。是啊，你要说咱俩分开，那没意思了。这个你有活呢，我来给你干了。房子咋整呢？上你那嘎了，上那边了，你秋收了，种地了，收拾啥了，回那边待一阵子。那边忙完了，没啥事了，上这嘎来。那我这边也没啥好干。我没，我前面我前面圆的，我这房子前面那是我的。啊，那又不是菜园那啥的，没菜园那没果树的。啊，阿姨的意思是农忙的时候回叔叔家去种地。对呀，他种地，我得回去吧，我得给做。那你要那一定两到一起的，就不能那个说了分居的，说了你搁这个我那块，那就不能那么的。不是，你这嘎有活就回来，你这没活我就回家。我当家那个比羊媳妇，小鸡啥都得养。那你说我扔着家也不白瞎吗？这边不能扔着，两下就挣进匣。等他养鸡啥的，搁这嘎达待一个礼拜了，或十天八天的，叫谁给那边了给进屋进屋，完了就回去呗。不行，那他不方便不行。你说你这嘎有活，我能回来，咱不能说从他这个我那嘎达家也弄不了，那地方大，好多家。说你真有活，回来我把你活干完，咱就几天活干完就回去，不能在这藏他呀。那藏在我家那受点压，有鸡啥不都，你靠谁进屋呀？他这边有活呢，我就回来把这活给他整了。没活咱俩就回去，咱那嘎有个家，啥都有，这鸡我不能弄，行，是不是？行。哎，没活呢，咱俩就在那嘎，我先打个工啥，在家待没事儿，就这么着，挣点零花钱。你能在家给我整个饭，能给我看个家，是，这啥也不你干，你到我就见你嫌我，就我就说实话，我男子大汉，我就这跟你说，我说有啥就说啥，不用你给我干啥，我体格好。你也就给我做个饭看看去。家庭妇女就得什么，就得做点饭洗洗。那你啥也不干，那就没啥意思了吧？你乐意投就投一点，你要看我待着你就投一点，我还不干啊？我其实我不支持你那家吧，我这地方大，真挺上不去。我钱够多啥？猪、鸡、鸭、牛，我必须得养。我稀罕那玩意，狗、猫都有。我寻思过年啥的，孩子，你回来就上上那儿去。你到我那就是到家，闺女，我也当闺女。我跟你说，你我这就是我来姐来闺女，我最欢迎。我就像母孩一样，你一上哪嘎、啊，你得他闺女得上哪儿。闺女，你看我找个老头儿，说你得就得上我这儿，我还不管，我得欢迎你。就我跟你说，我有啥个好吃，我给他整，不用回这嘎来，我那个地方还宽敞。有活儿咱俩回来，我待一天，咱就炕烧肉，呼来呼来干啥？咱把活干完就回去呗。那他也养鸡啥啥都有了，那也那那么的话呢，那不能差这点事就那啥了，那就去呗，那咋整？瞅这人挺也挺实在的人，过家的干啥的，是个正经人也是，反正就是个脾气有点，正经。这么大岁数了，别有啥人生气，你一生气做完，你是其实我倒不惹的，有些人说话。你生说不对了，怎么干啥了？他就生气了，就这么怕这事。我脾气暴，我急性，你讲话呢，就非常事儿，谁要惹我了那不一样。你闺女有啥脾气？人家大了这么大岁数，找一个也不容易，不想呢白头到老吧。经过俩人这么一沟通，房子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。性格爽朗的张大姐最后也痛快地答应去杨大哥家生活。但是没想到，就是因为张大姐这爽朗干脆的性格，又出新问题了。你到我家，我不能生气，我还不惹你生气，我得跟安慰你，生气做毛病。我还不多惹你生气。你惹我倒没事，我男子大丈夫，我会安那什么包容。你放心，在我那嘎，你就是你就嫌我不得惹你生气。我家的钱我给你，见你饿了买啥买啥，
我就跟咱们公公在母家，我就跟那姑娘说来的，别穿心眼俩人。你不穿心眼？哎，我从来不穿，我有钱给你花，我不给我儿子，就谁别谁家我也不给，我就给你花就对。你两人到一起的，这么大岁数也都不容易了。不容易了，都七眼瞅都七十岁了。那可、就是，你还能活多少年？这也没也没啥说的，我是那个，这不是啥事不都搁着我哥的吗？他没啥意见，我没啥意见呢，两人这不都是完了？怎么那？这是都感谢怎么怎么就是，我也不会说。男主播，红娘。对呀，就是红娘吧。红娘。都谢谢怎么？你不嫌弃我，还我这病呢？我不怕，没事儿。你就到我那，你别，我不让你生气，你别生气就行。我就我不见说你生气。生气是不能。别生气，我两人互相没啥事了，根本不可能。你多活些年，我还能干啥点儿？你能给我做过饭，看看家，对不对？都互相照顾照顾。对，就得照顾。这样吧，不这样吧，那个俩人互相留个电话号，是不是以后得联系呀？啊，行，说吧。152。152-4317。4317。你一打我就过来知道了。08-32来电。这不你号吗？那这不是号。嗯、这号你记记着没到，咱俩联系唠唠，是吧？那咱今天就先这样，然后两个人也多用个电话联系吧。行啊，行。啥叫相见恨晚？说的不就是咱杨大哥和张大姐吗？两个人都深知彼此多年的艰辛，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。事后呢，张大姐的女儿联系到了我们的红娘小丹，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问题，希望呢红娘小丹再次跟杨大哥呢确认心意。通过沟通，我们得知啊，杨大哥的答复是未来的日子一定会真心实意的对待张大姐，这也让我们彻底的放心了。在此呢，我们也希望杨大哥和张大姐两个人可以和和美美的度过后半生。